轩窗梳妆，是谁家姑娘轻轻摇响雨铃铛。远晚风送霜，远起今天光，你是枕边月色微凉。少年推戎装，人把浮名藏，换了千桌的吟唱。愿人世无常，愿思念风长，你是掌心将阳滚烫。相拥入眠，相随随念念，枯坐无眠，心事怎言，相遇已相见，此情绵绵，心幸福家公子呢，好结交朋友，不知这位兄弟可不可以引荐一下？你们刚才不是见过了吗？见过，在哪儿啊？刚才在门口迎您的那位就是。里边请。哦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慢用。公子，刚在门口接我们的那位，像是樊楼楼主吗？显然不是，一看就是。为幕后主人照顾生意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哇，这樊楼水可真深呢。公子，怎么了？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们。这地儿就是烟花之地，大家来这儿都寻欢作乐的，就被盯上也很正常啊。公子，你长期在边关驻守，这种警惕性在这儿不太适合。希望是我想太多了。没想到素来不近女色的薛将军也有到樊楼逍遥快活的时候。要不要去通知公主？喂，不用着急，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，我自然要让我的好姐夫原形毕露，也好让我的皇姐看出她的真面目。告诉姑娘们，今天谁伺候好了薛公子，我就捧他做我的樊楼花魁。是。将军的马吗？他们果然来这种地方了。哎，莫慌莫慌，说不定是有公务在身。你不要替他开脱了，我早就已经看到薛瑶跟别的女人卿卿我我了。什么时候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反正是我亲眼看见的，我要是再不进去的话，他就会被这群母狼给叼走的。哎，这样，你回去帮我打掩护，千万不要让薛老夫人知道我来这种地方。没问题。哎，那你答应我，天黑之前一定得回来。我们回府吧。本楼聘小厮数名，品相端正。是我，给点吧。这儿看看。站住！啊，站住！干嘛？找人。走吧。站住！干什么？走吧。走吧。不是不是。老头儿。哎，
还别说啊，这樊楼啊，虽然以美色驰名南桑，但是厨子手艺真的很不错。小姐，咱们费尽辛苦来到这里，不是为了来吃东西的。这不问过眼线吗？师兄挨了一个时辰才来的。要不咱再把苏贵妃交代的招数演练一下？不用，我都想好了。到时候呢？师兄就站在这里，我就站在这里。师兄把门这么一推，我就这么。哇！小姐，您还是赶紧穿上吧，奴婢担心您凉着肚子。哎呀，穿着呢。我就想吓唬吓唬他，真让我做一只光溜溜的鹌鹑，我还怕掉价呢。可是小姐，小刀还是有点担心，毕竟这樊楼啊，人多眼杂。这里是天赐一号房，那闲杂人等怎么上得来啊？再说了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苏楠楠。加油！最后那个你留下，其他的你们先去忙吧。是。说的就是你，转过来。新来的？怎么招了个龅牙？算了算了，赶紧把这个送到二楼雅间的第一张桌。明天你不用来。找薛大枕头才是正事。我怎么睡着了？哎呀，小姐，奴婢就不该听你劝喝酒的。没事没事，师兄估计也快来了吧。外面怎么那么吵啊？小刀，你去看看。是。师兄，坦诚相见，坦诚相见。冒犯了姑娘，不好吧？我不能白看了。我白看你个大头鬼啊！再不出去，我踢你出去！哎，你踹我可以，但我得把话说明白了。滚！姑娘，在下实在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这是我订的房啊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怎么能走呢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完了，这是遇到傻子吗？姑娘，你穿好衣服了吗？姑娘，我进门了。姑娘，姑娘。
哎，罗姐，这边。罗大人，你怎么迟到了？你刚才真的没有叫人去我们约好的房间吗？当然。莫非你是有什么发现？没有。哟，这是哪家来的公子啊？真是一表人才。不知道奴家最近新学的西域舞，您要不要看看呢？公子啊，我给你唱个曲儿啊。哎，不，都下去。哎，不知道姑娘是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？公子啊，你怎么？既然人家来了，我们就该上上脸，去看看。啊，走啊，公子，来啊，来嘛。哎，东张西望什么呢？这酒水都快凉了，还不赶紧给客人送上去？不，那个，请问一下，他那个去的是什么地方呀？那是咱们樊楼的良缘。一般的客人可是去不了那儿的。哦。公子，怎么这么害羞啊？见你生得好生俊俏啊。这么大的阵仗，看来我们被樊楼的大人物给盯上了。公子，公子，轻重如何？公子，力度如何？喝一杯吗？舒服吗？哇，这么多美人！好你个薛瑶，心口不一的伪君子。喝一杯吗，公子？嗯，这样可以吗，公子？敬你一杯啊。这发髻不就是？难道薛瑶就是在这里被人下药的？楼主既然来了，何不进来一起坐坐？哪来的贱妇？来人呐！我这会儿，我认识他。我们昨天晚上刚通过气，我摊上事儿你就不管我了？说说呀！居然还敢攀亲带故，拖下去加十鞭。十鞭？等等，此人我确实认识。看见没？来来，你看看，不男不女，不伦不类，在这做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想来这种地方抓到跟我和离的证据，是不是？只许你寻欢作乐，不许我长点见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听。好，我不管你。公子，我们不用了。不下去了。这薛公子浑身一股杀气，楼主交代的任务，只能指望姐姐您了。想在樊楼做事，光有美貌可不行。听姐姐的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既然来了朋友，那就满饮这一杯吧。这女人发髻的样式和我在梦里看到的很像，还有这个酒，难道？难道这酒中有催情之物？这阵仗看起来，需要像是被人设计了。你干什么？给我出去！
默契，奴家这儿还有酒呢。够吗？拿这种东西打发我，你以为我是那般清贱女子吗？够吗？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只许陪我，不许陪他。徐初月，你看看你这副德行，真是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啊！你只许你州官放火，不许我百姓点灯。来，美人们，今天只许伺候我，不许伺候他们三个木头。老板呀，快来！快点，给他唱个曲儿，我给您跳个舞。唱个曲儿，好啊。吹先，走。来，公子，吃个鸡腿。这个就不必了。来来来，吹先，我给您按腿。将军，咱们留公主一个人好吗？我看她好得很。今日这局，定是这樊楼楼主所设，想必她一定在某处监视着我们。这样，我们分三路，罗辑，你负责前厅，你往左，我往右，每一个房间都要仔细查清楚了。是。王爷，方才听七娘说，薛将军好像在调查樊楼主人。查我做什么？不知道。不过，王爷私底下看办樊楼的事情，若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怕是会引起不必要的猜忌。这是我的地盘，父皇查不到。薛好像看到我了，走。啊！哎，青娜，青娜，我不是腿都抢了吗？啊，薛公子偷偷走了。好。哎，等会儿，才收完礼物就不热情了。公子说笑呢，今儿这屋里啊，你最大。公子想如何，奴家就如何。听说这夜明珠的盒子是上等檀香所制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公子那儿啊？哎，公子。公子，你不是嫌奴家不够热情吗？来，姑娘，稍微矜持一点点。哎呀，公子，哎，不要太热情了。哎什么地方？这是樊楼。我不服气啊，明明是螳螂捕蝉，我怎么成那只蝉了？哎，不行，我得去会会那个薛耀。你还敢去啊？平日你要是个太平王爷，你来这种地方饮酒作诗，我倒不管你。现在你是军营的参将，薛耀又治军严谨，他要是知道你来这种地方，不得上父皇那告发你啊？原来皇帝为我考虑这么多啊。哎，那我就不出去了。可是你刚才跑什么呀？还穿成这个样子。我这是为了挣回面子。哎，对了，你知不知道樊楼有一个梳着飞天发髻的女子？我没见过呀。此女子暗藏玄机，但她依旧没有逃脱我的预言之梦。你又做梦了？啊，不过你放心，这次没死人。
这次我梦见来这边。将军，都找遍了，没有看到樊楼主人，也没有找到你说一直在监视你的人。将军，怎么，你又多虑了？不可能。这样，你们两个去后院找找，我再去那边看看。好，好。只要薛耀没有喝下那杯毒酒，媚瑶的梦境就会被破坏掉。我厉害吧？厉害吗？嗯，你怎么可以因为这种小事就换了最后两次机会啊？这哪里是小事啊，你黄姐我被人挖墙角了。再说需要在军营的时候不也帮过你吗？咱们姐弟俩欠他一份人情。什么人情？我根本就不稀罕，我在意的是你的性命，你的变身。你居然拿生辰石当儿戏，你脑袋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？秦尘，你凶我。不是，黄姐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你父亲死于生辰石的影响，我不希望你。好了好了，刚才是我不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星辰，我答应你好不好？下次就算为了你，我也不会再这样了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来，哎，等会儿，我觉得他来了。我也觉得脖子有点凉。哎，哎呀，谁来相见啊？久违久违。你不是应该在上面吗？怎么跑下面来了？我就是来这儿休息休息。等会儿，这儿没人。什么没人？让开！啊！等会儿，你把我丢到那个盘丝洞就走了，我好不容易逃脱，躲着那帮女人都来不及呢。行行，你要看是吧？那你就去看，反正这儿真的没人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人啊？是不是没人？我都说了，这个屋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你不相信我吗？搞什么？敢为难我黄姐？是你，就给我让开。上面打探了很多消息，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我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你。别再胡闹了。你有病啊！上次在水中你不也这样吗？我们俩抵消。星辰，你快跑呀！徐淑云，我倒要看看你拼死保护的人到底是谁。啊！哎！我就说没人嘛，你还不相信？你看我干嘛呀？闭嘴！我快吐了，放我下来！上去！哎呀，丢不丢人呢？进去。坐下。你该不会是
又开始拿剑吓唬我吧？上次就是对你心软，这次你才会这么嚣张。我是为了你好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了我？实话告诉你吧，那花娘给你的酒有问题，要不是我散尽家产，你就等着被人劫财劫色吧你。你对那儿很熟悉啊？不熟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？你别管，反正我自有我的办法。你别白瞎了我片好心就行。你的一片好心，是在帮那个藏在柜子里的人吧？说，他是谁？听不懂。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我以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芥蒂，没想到。听不懂是吧？这个你总认得吧？这怎么在你这儿？他到底是谁？还我！许初月，我本以为你是涉世未深、单纯的女子，谁成想你竟和樊楼，你竟和樊楼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。你要什么？好吗？自己去捡吧。停车！啊！有没有人捡到玉佩啊？你捡到玉佩了吗？啊！有没有人？这玉佩却这么重要？那玉佩对我们很重要。我们？谁这么缺德呀？这往锅里扔东西，真缺德！摊主。是刚刚从马车上掉下来的东西吗？我看就是你扔的吧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。你疯了！不要你管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站住！在我这儿呢。你没扔啊？啊，你不问我。这玉佩是谁的吗？哎呀，脚好疼啊！你不考虑等等我吗？我脚崴了，疼。走不走？其实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，只不过我告诉你之后。你不能告诉别人，尤其是我父皇，好不好？我不需要。我需要想要找的人，我自己会找到。你不要查了吗？他又不是坏人。我不想在大街上出丑啊！放手。我不放。放开！我不走。刚才樊楼就丢脸了，还要在大街上丢脸吗？我就是不放。放手。就是不放。你放开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我，小心惹上那断袖之嫌。许初月，你在樊楼为了一个男人竟然可以……青龙，刚刚你又跳下马车，现在又玩苦肉计，你以为会上当吗？谁是苦肉计了？小爷我长得风神俊朗，路过的阿姐阿婆都会多看我两眼。你以为我找不到人送我回家吗？你简直……我简直怎么样？简直不知羞耻，是不是？还麻烦大将军离我这种不知羞耻的人远一点，是吧，大姐？拿着。干嘛？你不是脚崴了吗？怕你再崴了。你不生我气了？
你慢点，慢点，我疼。你转过来看我一眼。罗山所言句句属实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下密药啊。那别人呢？楼主，我怎么能让那种下作的东西出现在咱们樊楼呢？烦请楼主也再查一查，不要冤枉了姑娘们。我谢罗山对天发誓，若有此事，必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下去吧。你怎么看？应该是真的。我调查了一下，那确实是正常的酒，只是不知道王爷为何有如此猜忌。难道皇姐的预言之梦并没有真正的解除？那需要切下来。谢谢你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先回去了。脚不疼吗？不疼了，好多了。今天晚上就不麻烦你了，我先回去睡。老实交代吧。我交代过了，那酒里有毒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现在还不知道睡在哪个女人的盘丝洞里。有证据吗？我要是说做梦预知，会被他当成疯子吧？没有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转移话题，是想保住柜子里那个人吧？他到底是谁？你跟他有什么勾当？都给我一一交代清楚。我交代什么呀？我亲了你，我骗了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很好。我告诉你啊。我没有赌约在身，你要是敢欺负我的话，我就去告诉父皇。你口口声声说要找到我不轨的证据，我还要找到你不轨的证据呢。我行得正坐得直，随便你查。好啊，那么从今往后你要时时刻刻的在我身边。你不是喜欢打地铺吗？那么你这辈子就留在这打地铺吧。雪瑶好像真的气到了。你干嘛？你起来我就起来了。你知道的吗？我怕你跑掉，没有你我会做噩梦的。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。这种什么话？你穿鞋干嘛？你穿鞋我也穿鞋。你穿鞋干嘛？我穿好了。去哪儿啊？别跟着我。我就跟着你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生气，总归我也有责任嘛。你就让我陪陪你呗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到今日的花还没有浇。那我等你啊，反正你不在，我也睡不着。我坐这儿。随便你吧。Thank you.
你们俩在这冷宫里长大，受过的委屈我都看在眼里。可不管怎样，以后你们一定要扶持着走下去。玉儿答应娘娘，无论他日是福是祸，玉儿都会陪星辰一起走。我会照顾好星辰的。是我要照顾黄姐才对。快拿着，傻孩子。看什么呢？没事。雪雅，你有没有特别想守护的人？说什么惹你生气了？那句话能哄你回家？怕下雨打湿你头发。I miss you。要怎么才是温柔啊？我睡不醒的小尾巴，捂着嘴是在偷笑吗？张牙舞爪的你啊，一条粘人小尾巴，睡不着的小牵挂。晚霞爬过树枝呀，盛夏穿过绿篱笆，我想搭你肩膀吗？小尾巴，月牙眼泪都是牵挂。小尾巴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没办法，微笑的你呀，是春雨随的梦想，那就这样吧，丢盔弃甲。小尾巴。